灵的样子。哎，这边看见了亮亮的心情不错啊，这边在跟队友些交流些什么，说个话吧，没了。这边还是在等吧。好的，这边我们的比赛继续开始，现在依然是来到了双方的第三张地图，那目前这边 VD 是2-0领先，第三张地图现在目前双方的比分是打成了7-7。这边也是可以看到一下这个7-7上来，刚刚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TGF 现在对阵危机的时候，对于这个危机的 A 点是情有独钟，好几次好几分都是对于就是 H 包点，对、就是、都是在 A 点去拿分的。对，所以说我觉得就这么长的时间的一个暂停，我觉得老马应该是要帮助一下，就是找到怎么去解决这个 H 防守的一个问题。好的，那亲爱的 CFL 第九赛季半决赛 BG 对阵 TDF 的比赛啊，因突发状况我们刚刚暂停直播，给大广大玩家带来的不便，敬请大家谅解。那为了保证玩家们的观赛体验和乐趣，现场的比赛已经暂停，希望大家互相转告，表示歉意。这边也是确实因为我们的 CLPO 的一个直播嘛，就是还是很多平台很多方面很多地方可以看，忽然一下都断了，就不知道突发什么情况嘛，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理解一下吧，有些时候这种突发情况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吧。对，不过还好、哇，小到这个防守，两个人的双卡，哇，念就这一波的双杀，终于这个暂停，果然是像你回头来抓念就了吗？啊，这个高爆，一个高爆炸完之后不敢再来找念旧了。哎呦，刚才那个画面我突然莫名的戳到我的笑点了，感觉像两个门神一样。你确定吗？不像两个人在蹲坑吗？先看一下这个2-3的残局，哦，一换一，2-1，来亮亮的亮亮这边都是残血，其实假拆假拆骗你的，哇，哦，差一点点啊！这边 是差一点点。这一分如果 TGF 还能拿下的话，真的是 TGF 起势了，就可能，7-8，最关键，这时候不能先给危机拿到局点，这不是不能说局点了，真的是整场比赛的赛点了。赛点了，不能，一定要咬上比分，想尽一切办法要咬上比分，差一分了。这边刚刚这个暂停啊，危机也是做出了 A 区防守的一个调整，是直接小道的一个顶前，对吧？用老家的话，蹲坑式的一个顶前防守，也是怎么样说，就是取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效果吧。对，确实，你确实看到突然看到两人蹲在那里，就是就是本能反应。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心理上的一个就是误差吧，视觉的一个盲区，可能上楼梯的时候还觉得哎今点没有人，然后准备上，心里想的是小到一个前点是没有人啊，怎么可能还是一个默认式的防守吧。对，里面中路的一个一换一，我觉得是一个人停到前面了。来看到我们的 TGF 好像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定一个进攻方向，这波真的很关键，不能先给他们拿到据点，不是慢慢的要往 B 点来靠吗？还是第二时间继续打 A 点，哎 ，B 点要反拉，A 点要直接进，哎，你抢这个，这边两个，感觉这边连接很危险，有没有像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啊？就好像 你撞一下墙，我撞一下墙，哎，你听到我了吗？你感受到我在旁边了吗？感受到了气息，感受气息，这边 A 区中路中路这打闪了，一个念旧。哇，这波没了，念旧跟18两人，这边的 A 区防守还是比较的稳，拿到了一个局点了。我现在已经是拿到了整场比赛的赛点了，拿这个赛点。拿一分的话，应该是直接是3-0带走了。危机现在只差一分，只差一分，这最后的一分。TGF 老马直接打掉了嗨嗨，感觉我们的危机离决赛已经是很近了。TGF 走到这步真的很不容易啊，希望能够坚持再弄一分回来，对吧？拖入到个加时，来个巷战也可以啊。这分中路清点，看一下绿豆能不能过中路排点，把包点的能不能抠掉一到两个，这边应该是知道叉车这边是有人的，这边先来看看包点，我有 这边连接是重防 啊，这边一旦敢打水下或者是 B 区的话，可能TGF 就走远了，这时候真的这个连接真的是防得非常的重。咱们绿豆慢慢排，
这边一墙之隔是有很多人。现在 TDF 只能依靠绿豆这把狙击来看，能试图来打开一个突破点。哇，这要拿这来排 B 连吗 ？B 连这是两个机枪，这个全是人啊！这边是危险，完了，绿豆完了，绿豆，哇哟！看第一枪能不能，哇！一换一这边冲出来了，看一下，应该不打了。陈亮是瞬间没有血了，输入出来，小刀被打掉 ，VG 获胜，恭喜 VG 是成功闯入了 S 九的总决赛。这边确实强队还是在关键时刻是很有压力的，他们也是为 TDF 感到可惜吧。来到了是强队半决赛吧，就是我觉得还是赛前准备的不足吧，我也没办法。一方面这样吧，但客观来讲，真的。这场半决赛就从常规赛之后吧，季后赛我们真的是看到了 BG 这个实力真的是太强了，真的是只能说太强了，就目前来说还没有说一支队伍能和 BG 所有能打出那种非常纠结的比赛，唯一我们是赛前可能觉得 AG 可能会和 BG 打得很纠结，但是 BG 八进四周也是爆冷被淘汰了。那下面就要看下一场的胜者 AE 和汉光的胜者和 BG 打决赛的时候能否打。